字吗？就是很多个孔。宝宝把戒指的戒盒放在餐桌上了啊。嗯，好呀。吴汉说一会儿他把这个给他戒好。行。OK。好的。被大妈，感谢。啊？哦，我说可能是因为它松紧点，就是你多瘦多，就是你怎么弄都差不多，对，就你可以调节。我估计可能就是会看肩宽什么的。嗯，东西。哦，好。请。从我那边转，这样更近。哇，好漂亮啊。你好美啊，宝宝。你好漂亮。不要哭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嗯，太漂亮了。嗯，超级漂亮。平时美还是现在美？都特别美，今天尤其美。嗯。嗯。你看到那个小花童穿的也是一个白纱裙哦，是吗？对，还有花童呢。是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吧？可以。我差了三个，你觉得还要不要再剪？我觉得，我感觉好像很 ，Hello， 好帅气。我觉得应该可以了。这样可以吗？这个头纱三个不会掉吧？最好多一点，不会掉。哦，不能多。那就多一点，反正你也不接他，你就接。各种上坡下坡，然后悄咪咪的，他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隐秘的路，没有第二人会看到，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兴奋。Today is a celebration, a celebration of love, of commitment, of friendship, of family, and of
two people who are in it forever. We are here to hook with them, to support them, to be proud of them, and to remind them that love isn't just happily ever after. Love is the amazing experience of a lifelong journey. 爱是勇往直前的信念，爱是相伴相守的幸福啊。相识是一个缘分，相爱是一辈子的幸福啊。今天婉莹跟湖南，他们在所有关爱他们的父母亲友们面前许下彼此婚姻的承诺，我觉得他们已经准备好成为彼此坚实的依靠，共同面对接下来的人生的开心的生活。今天你们决定发开人生的新篇章，在我们的祝福声中迈入人生的新起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这个是你们生活的新境界。婚姻不单只是一个仪式，而是对生命的承诺啊，夫妻双方都必须有终身相伴的渴望。通过共同的生活，在经历变化的过程当中支持和帮助对方。愿你们在喜乐中一同欢笑，在忧苦中一同忧伤，在爱中成长。 I now call upon you both in the presence of these witnesses, families and friends to make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在此我要你们两人在现场见证的各位家人朋友们面前跟我念啊。Repeating after me, 谁开始呢？Repeat.看着他，中文英文中文。我郑重声明，我郑重声明，没有任何法律的障碍，没有任何法律的障碍，阻止我湖南，阻止我湖南与唐婉莹这位夫妻，与唐婉莹这位夫妻，谢谢。郑重声明，没有任何法律的障碍，没有任何法律的障碍，阻止我庞婉莹，阻止我庞婉莹与湖南结为夫妻，与湖南结为夫妻。谢谢。As no impediment was declared or admitted, I require you to give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由于没有法定婚姻的障碍，我要求你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啊。所以湖南，你是否愿意接受婉莹作为陪伴你一生的人吗？不愿意。你是否愿意爱他、关怀他、保护他，像你对自己一样吗？不愿意。你是否愿意诚实、忠诚对他，共同承担一切人生可能会遇到的境况吗？我愿意。非常好。婉莹，你是否愿意接受湖南作为陪伴你一生人吗？我愿意。好。你是否愿意爱他、关怀他、保护他，像你对自己一样吗？我愿意。你是否愿意鼓励他实现他的目标理想，并为他的成功喜悦而欢笑吗？我愿意。你是否愿意诚实忠诚对他，共同承担一切人生可能会遇到的境况吗？我愿意。非常好，谢谢你。婉莹，湖南， You are making the conscious decision to commit yourselves to each other for the rest of your lives.Now you are going to make your vows in front of all of us here. 现在是新郎新娘向对方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的时候。谢谢。看着他。OK.
我请在场各位见证，我湖南愿意娶庞婉莹为我的合法妻子。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呢，是去看梵高展。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两个瞬间，一个是你主动拉起我的手，我当时心跳慢了半拍。二是我发现你的眼睛鲜有的如同孩童一般清澈明亮，在梵高绚烂的彩色的映衬下闪亮的像一对灯球。我也记得我们在一起一个月你就要回国去中石化工作了。讲实话，虽然我心里早早地做好了准备，但当时我把你送去机场后，我整个人还是当场石化了。因为我不知道此去今年，既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分情更与何人说，也不知何日能再相见。我们异国恋了大半年，从最初的不敢想到不想想再到天天想，那段日子我是不是念得有点快了，那段日子不仅更加了解了你，我也在谈恋爱中和独处的时候更加了解了我自己。不敢想是因为我不敢去想我居然会接受异国恋，不想想是我不想想得太久远，因为未来是怎样我真的没有底气。天天想那自然是因为天天想你了。我想你的小庞石游记，我想你每天早晨的问安，想你每天给我写的情书。然后你就准备好了，便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内的一切，再回到加拿大找我。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绝对不能对不起你，庞婉莹。很遗憾，我没能从一出生就认识你，但余生感谢你成为我的唯一。往后的每一天都是我对你更好的一天。我当做磐石，你且做芦苇，把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我爱你，我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我认识了你，而你嫁给了我。谢谢。好吧，这个你要倒他一下。起个彩。清茶。镜子。牵着我给你拿吧，来牵着我的手，我给你拿着。亲爱的胡先生，遇到你，我相信了什么是命中注定，什么是世界上另一个我，我也相信什么是幸运降临。我们常常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有对彼此充分的信任，我们也有一个眼神都包含的默契。在今天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样也是我们即将陪伴彼此一生的开始，我请在场各位见证，我庞婉莹愿意嫁给胡楠为我的合法丈夫。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富有还是贫穷，健康或者疾病，我将一生一世永远爱你，珍惜你，保护你，一直到永远。我爱你。最后祝贺你娶到了我这么一个美丽漂亮的女孩。感谢感谢。然后也想请在场各位证明是你先牵我的手。这是你新家的吗？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面对面说，面对面说吧，对 ，square 一点。你是加错了。Wow, that was beautifully done. 做得非常好。So having declared these touching marriage vows, you are going to exchange rings.Which symbolize the spirit of your love and devotion to each other. 现在是你的召唤，向进爱情和承诺的坚持的时候。So may I have the rings, please?
谢谢你们。谢谢你好帅。然后你的脚很帅。哎，谢谢。好，左手你先跟他戴上。对。可以了吗？可以哈，我先跟我念哈。哦。婉莹，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婉莹，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是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是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请今天，从今天直到永远。从今天直到永远。我爱你。我爱你。湖南，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湖南，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是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是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从今天直到永远。从今天直到永远。我爱你。来吧。Look at the hands. Look at them. These are the hands of your best friend, young and strong and full of love for you, that are holding yours as you promise to love each other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These are the hands that will work alongside yours as together you build the future. These are the hands that will tenderly hold your children. These are the hands that will help you hold your family as one. These are the hands that even when wrinkled and aged, will still be reaching for yours, still giving you the same unspoken tenderness with just a touch. 愿你们紧握彼此双手。找到所需要的力量，无论什么的情况，都会是平安、喜乐和幸福啊！恭喜你们 ，Congratulations！ 谢谢。And I declare your solemn intention in this company, before these witnesses, families and friends, and in my presence. You have joined your hands to accept one another, and exchange rings.As the pledge of your love to each other. Now, upon the authority vested in me by the province of Alberta, I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Congratulations, you may now kiss.哈哈哈觉得挺好恭喜恭喜这样吧我们从这边开始送祝福从一开始然后搞到十然后四字成语对他们的祝福好吧考验大家知识储藏的时候到了由我开始吧祝你们一生一世谢谢知识幸福。哦，要接要接龙，福如东海。谁接龙？永结同心，永浴爱河。一始一家。情深一场。谢谢。长长久久。你骂娘了。压力传递过了接连礼我以为没有我的伴郎 For the first time Mr. and Mrs. 胡先生胡太太讲个笑话，湖南讲笑话，湖南讲笑话，需要你加入互动，讲一个。平时我现在想不起来，太激动了。不是你说的土味情话，都是不能播的那种。我们就想听那种。做演员不容易，你看镜头怼脸，特别紧张。也还可以。你们俩是主角。三二一，一跳，好
看再来一次哦，跳高一点，准备，三二一，跳！非常荣幸，各位朋友们可以来赏脸，来捧场我们的婚礼。然后，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很特殊的时刻，然后在我们两个这个最幸福的时刻，能有我们的朋友、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我最亲爱的老师师母，还有他们的小宝贝能够参加，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快乐时刻，觉得非常感到非常开心。然后呢，可能因为场地限制吧，就有一些简餐，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看我，怎么了？我看不到啊，盲区了。你来拔吧。呀，个子。好了。好的。动刀子吧，来。好了。可以，切下去。这个是他们的工作，看，水也有。哎，拿两个。来吧，二位。哎，这毛巾不是你的吗？我弄的呀。我操，这技能啊！我叠的，叠了一晚上呢，真的。开玩笑。我猜大家就开始演戏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看出来了吧？啊，我看出来了，我猜打死我都不信，我觉得。是吧？打死我都不信。说别人话，别人都说我叫什么，我说我叫胡宗南。你不叫胡中华吗？胡宗南吗？那个国军的将领。被刻意做的改成胡南了，是吧？